间都差一点点，这样说。OK， 那个我今天早上改投影片改了，过时间还来不及报告。那今天有一半解释一下那个这个计划，然后一半补一下那个经验。那重点是我们这个我说就是什么语音的逐字稿整理系统。那其实我们有累积，上一发的时候就有半壁网站，所以我们有些资料那时候还移转到中研院。那我们本来要做网站，那中研院他们就做，我们只做资料。这个的话，那个时候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。那我可以看得到，那个当初我们就为了我整理这个影片，然后整理逐字稿。我们再看下面，这第二稿逐字稿，然后再来一个直播的时候来一个段落。哦，那等下我们再看投影片。那最近我有在整理这个国家年轻改革的直播，那它也有字幕，那只不过文字档还没有，所以说也许我们可以争取到文字档。好，不到投影片。好，那我其实我说重点是核心的重点是要整理公共议题。那今天我大概是有个工程师，然后刚刚跟一个设计行业设计师介绍。好，那今天的进度大概就主要是要还是在整理这个整个计划。那像这个今年弄了三次，这家公司有话好说。那跟那个信鹏大哥那弄了三回合，大概个整个节目，然后在十几个钟头之内，有很网友们就很多人都帮忙写，这个给他协力给他做出来，效果也不错。好吧，那网页都可以上，因为你看你投影片就可以看到。唐凤也弄了一些了，那其实这些都省略了。那有些都很乱，好像我们下期间就是说，像那个声学呢，公听会 YouTube 有人影片去上字幕，下面搞了一堆文字，没办法归档。如果不小心我还没找到的话，找到。所以说我现在不管怎么说，就是我们现在就我一直要改善这个问题。从两年前就想到现在，那红色的还找得到，但是有更多的灰色的找不到，那可以看出一些问题。那这四个圈圈都一样大，那有些想帮忙也帮忙不上，那有些忙了老半天也搞不定。那就这些界面，当我一直还在做，这个计划还一直在这几天会一直在弄下去。那我也是就趁这个机会也再说一下，那我还是需要一些像听导人。然后前端资料库功能必须给他做些作业整理，我们至少希望能够改善一下这个合理化的一些生产作业。那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子。其实说核心不管怎么说，我就希望那个能够核心的改善这个公共议题的一些论述很多，但是整理很少，会诊更少，那没办法处理这些问题。有兴趣的话来找我吧，我们时间没到，讲完就好。最后是 Hack Story 刘李怡。